就是活到老，学到老的精神。乐冈镇中青学院第62期研习班第一阶段报名，七号开放报名。为了避免错过机会，有人透早5点外就来公所排队，8点还未到，已经排了长长的队伍，大约200多人，非常的踊跃。日语歌唱 B 就两个嘛吼。一透早，乐冈镇公所一楼大厅就挤满了排队的人潮，其中真侪人拢排超过一点钟，就甲报无家己喜欢的课程。现在额满的班别是气功 A 跟气功 B， 好，两个班都额满了哦。足歹排对啊，就7点半来排啊，即嘛。报唱歌的啦，报气功的啦，读时间啦。较袂伤无聊啊！乐冈镇中青学院第62期拢总有17门课程，其中以气功、日语、歌唱班等等上受到欢迎。因为65岁以上的民众报名甲上课拢是免费的，差不多伫第一阶段报名就额满。啊，今仔是吼，咱乐冈吼啊长青学院吼第62期的一个报名吼，爱有机吼，咱会知啊，咱乐冈的阿英乡亲伫会知5点就安尼来排队来咧报名。这个课程哦，真正是受啊咱地方的一个肯定，啊，买当好在时段吼啊，学习更多的课程，尤其这课程来的有很多的内容啊，让这些长辈能够学习很多的一些才艺，也能够学习很多的一个知识啊。即使咱65岁以上的吼，咱就是拢免费啊来做一个报名的一个活动啊。地方真正在时段啊，真正人讲活到老学到老啊，在时段吼，真的也学习到很多的一些。尝试还有才艺。柯志宏表示，乐冈中青学院设有17个研习班，欢迎大家来报名。未来阁会看乡亲的需求来调整课程，希望让大家拢会当追求新的知识，充实家己。新中华新闻蔡良谦乐冈采访报道。